哎呀，你说他这，哎呀，今儿个这事儿整的呀，你说说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孩子，搁这站着干啥？快坐下，快点。阿姨，别了。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，别把沙发给弄脏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事儿啊，今儿个可多亏你了，我可遇着大好人了。阿姨，这是我应该的啊。哎，我下次跟您说，再出门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哎，我呀，这不是嘛，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，叫什么？消消乐。哎呀，我这摁上瘾了，走着走着，吭哧就干水坑了。哎呀，阿姨，您说您真行，还玩消消乐呢。哎呀，本来啊，您掉水坑里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，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，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，对不起了。快坐快坐，坐下吧。哎呀，真是。哎呀，你说这孩子们，你说这衣服脱这儿。阿姨。哎，阿姨。怎么的？这是二米粒家呀。对呀，二米粒是我女儿，你认识她呀？哎呦，我说怎么那么熟呢？我来过你们家，二米粒是我的同学，我还来这修个锁呢。你来过我们家呀？对呀。还是二米粒同学？是。那就更不是外人了。哎呀，你瞅瞅，为了救大妈，这衣服照的这个脏，快脱下来，大妈给你洗。没事没事，阿姨，我自个儿回家洗。哎呀，你看自个儿洗什么，这出去多难看呢。没事儿，方便。哎呀，这说洗就给你洗了。真热情。哎，你看看这就对了。哎哎，对了，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，穿上别感冒了啊。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。这我还得穿上。阿姨，穿上穿上。哎呦，喝。哎，其实我不冷。哎呀，穿上吧，这还有拖鞋。哎，放松放松。好嘞好嘞好嘞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瞅瞅这大老虎，还是这垫啥的都给你弄脏。这袖子在哪儿呢？阿姨，啊，在这边啊。对呀，对对对，这还有帽子呢。还得扣着帽，我感冒不了，没事儿。真好看，你看。哎，行，你就在这休息，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，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。哎，等一下阿姨，这不用洗啊。你看，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，这塑料包装挺好，没进水。啊，那行，没事儿啊。孩子，你搁这屋随便啊，这就是家。那有啥你吃啥啊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。哎呀，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，热情似火。加了一晚上班，连觉都没睡，困死我了。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。哎呦，困死我了。老哥，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？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，讨厌。二米粒儿，啊，干啥呢？钱顺芳，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怎么呢？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，你就是不干，你非要去签合同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。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？真的，我得给你解释一下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想听。你想听什么呀？媳妇儿，你跟谁躺一块儿呢？你呗。是我吗？不应该是你哈。你谁呀？耗子。哎，二米粒啊。哎呀，咋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，顺芳？
大老虎，咋回事啊？哎呦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可能是这么回事，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，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，我就耗子，你怎么来我家了？还穿老公的睡衣啊？那是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，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，我可能是蒙着了。嗯，对啊，我重来一次啊。啊，不能不能啊，我回来了，哈哈哈哈，一切这么美，哎，两只小老虎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解释解释呗。耗子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？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？你别跟我解释，你跟他解释去。哎呀，这是费劲的，老钱。哎，耗子，我掉坑里了。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，你掉哪个坑里了？你别把我拽进去啊。你妈把我拽坑里了。等会儿，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？我妈，别瞎说话。我就问你，你怎么来的我家？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？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、啊、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。你说重点。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，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，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，然后我一身泥，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，然后说给我洗衣服，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，就站在这儿了。老公，嗯，听明白了吗？是我妈把她带来的，不是我。你媳妇儿，你我肯定是相信啊、哦、你在这歇会儿啊，哎，你别动啊，你坐干啥呀、啊、这是坐那边，那边是耗子啊，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，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、嗯、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、啊、我告诉你耗子，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。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，我说了好几回，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今天我明白了，你穿着合适啊。怎么回事啊？第二大不合理，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，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，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，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，就这么屁大点功夫，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？你推的？不是，那第三大不合理呢？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。阿姨都回来了。我妈回来了啊，搁哪儿呢？她给我洗衣服去了，找着了。第三大不合理、啊、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，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，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？哎呦顺芳、啊、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？哎，此言差矣啊。啊，媳妇儿，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？什么生气啊？街坊邻居们，我生气了吗？我现在是生气了吗？救命啊！你憋回去吧。我怎么的，钱顺风？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，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？媳妇儿，我相信你，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。俩老虎躺一块儿，你说冲击力太大了。哎呀，老钱啊，这事儿啊，我给你解释清。你看这一对，我也解释不清了，我把阿姨找回来，她能跟你说清楚。你给我站住，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。脱下来我咋走啊？你爱咋走咋走，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？有啥了不起的，不就一个破老虎皮，我脱完我就还给你，我自己也有衣服，我就穿着这个走，你看见了吗？穿这个走。站住。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？对，我给我媳妇儿买的。给媳妇儿买的？他给他媳妇儿。我媳妇儿怀孕了。媳妇儿怀孕了？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。正好七个月呀、啊。耗子呀，我明白了，该走的不是你，应该是我呀。那个谁，你再见。钱师傅，你站站
干啥呀？你叫我呀？我问你想干啥呀？啊，你在这说啥呢？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！咱俩生活这么多年，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媳妇儿，我相信你。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？你信吗？耗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咱解释就解释呗。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？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，还扯什么你媳妇这媳妇的，这不挺合身的吗？哎呀，这我不是给你送的，这真是给我媳妇买的。哎呀，老公你不了解他啊，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。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，从职高追到我技校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没答应过他。你说，就我二米粒的人，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？二米粒，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，但我真的没追过你。你看，我不承认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不是你那时候，你忘了你上学放学，你天天跟着我，有时候在我前面，有时候在我后边，有时候还给我哼哼歌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？二米粒啊，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，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，我怎么回家呀？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，放了学的，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，专门晚回家，你知道我为什么？我就怕你误会。老公，啊，你瞅他那死出，告诉你耗子，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，没人管你。老公，咱们不是服这事儿，一定给我整明白。你放心，耗子，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，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？对啊，也是七个月呗？对，这么巧吗？啊，那我问问你，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？陈正峰，你媳妇儿凭啥怀孕？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？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？你为啥不讲理呢？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？他就这么巧，你媳妇儿也怀孕了，谁能证明啊？你不相信，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。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，打电话呢？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，电话在我这兜里呢。你等着啊，你打，等着啊，你打，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。门，哼，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。喂，媳妇儿，你怀孕了吧？别说，别着急啊，我摁上免提你再说。说谁你媳妇儿啊？啊，怀孕了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咋回事？你媳妇儿啊？哎呀，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。你要这么整的话，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，她怀孕了。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、啊？真是你媳妇儿电话？人说你有病啊？钱总。赵会计啊，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？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？啊，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，人家杨总都急死了。哎呀，那杨总这去哪儿了？实在等不了你，回家了呗。耗子呀，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、啊！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？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？你编什么编呢你啊？你就是个小心眼儿！我真的去给我老婆打的电话，我真的没有编故事、啊。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？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我再打一个。你打。我打，你等着啊。喂。喂，媳妇儿。谁是你媳妇儿？你有啊没有啊？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有病吗？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？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，你有病。喂。喂。媳妇儿，谁是你媳妇儿？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，你有病。我媳妇儿的电话。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？我的媳妇儿，钱总，我犯错了，我拿错电话了。赵会计，你这是玩的哪出？咋回事啊？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？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，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。扯不扯？你这咋？钱顺风，哎，耗子。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？对呀、啊，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、啊。她姓杨。姓杨啊？她怀孕了。
我不知道怀孕了吗？肚子老大了，跟他一样。他是我媳妇。妈呀，这么巧吗？哎呀，衣服洗回来了，洗回来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咱家咋这么热闹呢？啊，孩子，看着没，我都给你烘干了，快点把这个脱下来穿上。哎呀，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？哎呀，我本来应该在家洗，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，泡了一下子衣服，我没来得及洗出来，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，快烘干了，快点，赶紧。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，这样受不了，我被冤枉死了，你跟他们俩说吧，阿姨。啊，咋回事啊？不是妈，你看这一对小老虎，这家让我给撞上了。哎呀，顺风啊！哎，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，小心眼儿了？你听妈跟你解释。妈，你啥也不说了啊，耗子。这我就全明白了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救了我妈，我跟你说对不起。你相信我啊？我相信你。咋样？问题都解决了？全都解决了，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，是不是？解决了就好，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，都留着这吃饭，我马上准备。妈妈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夫妻之间。我也帮忙去吧。跟你说，我你看你那小心眼那样儿，我能不小心眼吗？一进门咔俩老虎在这儿，你这谁受了啊？不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得感谢人家耗子呢。怎么呢？要不是他的出现，我还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呢。你这是夸我吗？当然是夸你了，你吃醋说明你爱我。是。是爱你，我爱你。你在我身旁，我又看着你梳妆。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。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送你美丽的衣裳，看你对镜贴花黄。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？